但是我们今晚的房间，这边有一个小木屋搭成的，这是叫什么？楼中楼吗？上下铺啦，然后这边还有溜滑梯，然后这边有软垫，这边有软垫，然后这边要攀岩区，这边又有一个小木屋，哇，这边是可以打地铺，这是六人房，打地铺，然后小木屋的下面还有一个吊床，你看弟弟在推哥哥，哦，弟弟很孝顺，弟弟你来玩一下溜滑梯。哎哎哎，你来玩一下溜滑梯。你来玩一下溜滑梯。这边这边。啊，那边还有落地窗，请站。你来玩一下溜滑梯。溜下来。这里还有一个落地窗。耶。这应该是算上下。好。再来。这个六人房，这边还有，这是主卧室，这边还有一个吊椅，然后盥洗用具在这边，毛巾、浴巾，然后吊椅。这里的厕所没有浴缸。然后床，双人床，这是 queen size。然后床头灯，床头灯是云朵的。然后这边有电视，每间房间都有 WiFi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啊，吹风机。吹风机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哦。然后呢？厕所你妈妈在使用，里面跟外面都各有一台冷气。然后看一下厕所。一般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兔兔的房。厕所。这里也有一个兔兔。啊，干湿分离，但是没有浴缸。没有浴缸比较可惜。然后再来是每一间房间，其实也就两间而已，都有大的窗户。而且，其实采光会非常好。而且那个床头那边啊，还有一个一本故事书，真的啊，它叫做《派宝爱放慢旅行故事》。哇，再见！就是临时的再见。住在这边的人真是太爽。哇，这边采光都非常好，这边也有大的窗，然后出入是用密码锁。楼下有餐厅，在上网的话，要上网的话，要工作的话，都可以到楼下餐厅去做。那楼上就是纯粹只是休息跟游戏。抓好这边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房间，美败美败，很满意。